英森说有一次他跟你们团长展荣吵架，开会时候吵架，那个是拍桌子说我要退团。英森其实到现在也算台柱之一，台柱啊，对不对？女主角一姐，这群人一姐是，结果你们团长没有追出去，你们两个亏。哭着跑出去，对啊，反正就开会嘛，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已经英森跑过去，对，一个大声一个大声，然后堆叠堆叠，然后英森说好，我要退团，然后展荣说你退啊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是比较没有，他很狠，他不说你退，他说你现在就走啊，对，你现在就走啊，然后他就说好，我走，然后公司就开始搬东西，因为以前我们的公司初期比较像家，所以很多私人的物品，比如说烘指甲器啊，因为他喜欢做指甲，对，做水晶指甲，然后可爱的抱枕啊、衣服啊什么，有的没的，对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抱着，这样抱着，然后就被老公赶出去，对，然后我就先冲出去说，医生你不要走啦，然后这时候尼克又拍桌说不要拦他，是不是很凶这样？然后后来又换他冲去说：“英森，你不要走！”就我们俩人冲去哭着说：“你不要走。”然后因为那个尼克又很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激起他更想要走的欲望。然后他那时候还蛮虽然吵得很凶，可是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就是他也不让我们跟过去，然后他就是已经没有手了，他还可以一个气势惊人，就是用他的脚这样蹦把那个门这样勾关起来，关起来这样蹦一个气势惊人走人这样子。哦，气势惊人。对。重点是他用脚哎，接下来就是他每一个工作群组，你看到西普林心如退出群组，退出林心如退出群组这样。真的？那你们知道他去哪里？回家吧。回家哭啊。他没有，他跟人家去外面喝酒。哎，你怎么没有？我回家先难过啊，然后我去 KTV 去唱歌。我想说他要讲，他要讲，对对对。有，我说去唱歌是因为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就找别的朋友想说没你们，我有别人哦的那种概念啊。有，你知道董仔跟木星两个就是。彼此哭着说怎么办，他走了，接下来的角色我好怕我不能诠释得很好耶。是不是他怎么办，你走了接下来就只能靠我扛咯。走得好走得好，这谁这么写啊？没有啦，大家感情这么好但不想要发生。但是因为他跟展荣他们自己是属于私下，比如说今日是真的是今日毕，他们自己把它处理掉，对、啊、就讲电话把它讲开，他们就自己内怕，我就不行。那你们没跟展荣他们讲，没跟团长他们讲说你不要让他走啦，你没有劝他们？因为当时是蛮场面蛮火爆，那火爆的通常都是冷静嘛，激情过后的冷静，大家都有点沉默这样。对啊，但我在想大家脑子应该有在思考说不可能，不可能让他真的就这样离开。是哦，有在想办法什么的。嗯，结果没想到团长私底下第几天第二天又打电话给英森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群，每个群组就西普林心如加入群组，对，他还不承认他打给我，你看多爱面子，他也忘记了，他忘记说什么是我打给你吗，是你打给我吧，哦、还在 care 谁，打给谁，对呀、啊、这有什么好 care 的。那你们看到他又重新加回群组了，他又加回来了，没有，对啊，你真的是你，哎，你挑拨王，哎，他挑拨王，哎，你们是剧团，我也待过舞团的，你里面会发生什么？他很会跳舞的，没有，我演挑拨